煮点南瓜稀饭的，天气热呀，我天天吃干饭，有点都不顺畅，感觉吃一吃都不想吃饭了。王老师，林子，他传播来了。哎呦，传播人早都拖来了，还没弄到我爷屋头。你看嘛，我那屋头的桌子、传播都是给你买的，你80块钱都不收我的。赚不到钱又没，真的赚不到钱，你要是别的嘛。哎，赚到钱我是早就没给你要。看到底下没干。行嘛。好好好好。这种没粉桌有那个。我那个有桌，尤其就是。就会就算。你把钱给你。啊，我跑，你抬不抬个锅？抬个锅。老板，抬个看看，你外地媳妇给你买的船铺。我得我来看嘛，还可以吧？这肉还不错嘛。弄个水煮肉皮来吃。这两年没落，但是我现在在拆个啥子？昨天杀农林菜了，没得工人的。你娘替我弄的菜要剩些万五十的多。饭差不多，把南瓜倒下去。来点配料，切点姜蒜。这个电工师傅要好久来给我整灯了，黑黑说说的看也看不见。再来点豆粉，再来点葱姜水，把它和转和转的。退休学你那个灯都不擦哟。那个电工师傅灯都没来安了嘛？我看看，再给你弄一下。三年了，哼，你还是比我更聪明哈！啊，我没想得多哟。这都是啥子？水煮肉片儿，下稀饭。下稀饭？大姐，啊，哪个说的稀饭都不能下水煮肉片儿呀？你外头搞过了没有？没有。没有你就弄噻，还是天天晚上弄我来睡鸡棚棚，我不想睡鸡棚棚喽。你慢慢弄到三分钟，对吧？对吧？先把豆有点炒哈。少加点盐。锅儿拿再吃倒油，加点姜汁，再来个火锅料，把它炒香，再加点干椒，加水，水开一下肉片儿。加点盐，鸡精起锅，来点蒜末、花椒、芝麻，再来点葱，好香哦！吃饭了吗？等会儿来喽。你都不喊我吃饭了，是不是？包哥，吃饭了。哦，对。哦，还不搞快点？我跟你说。妈，你没饿啊？没有啊。没有，那你再弄会儿嘛。你慢慢的再收拾下你的啊。他门内就到哦。这个天气还是闷热哈。是啊，娘子，菜这些都干到家了。但菜子的节又要来了，真的是好热哦。是有点热，因为这菜子花都没啥子料了。你不要讲好多钱买的青菜吧？哎呦，讲好多钱。买床铺还睡的，你舍不得你烂床铺，你就去结婚了你就睡。我就睡媳妇儿买了给娃儿买的新床铺了。妈，你说要的啊？哈儿我就给你结婚了，安住你，我给你过过儿，哥的。啊对对。